蟹蒸腾大闸蟹排排放，腹部朝上倒着蒸，为了一滴不漏 ，hold 住高枝，一扒开壳，蹦出黄澄澄，饱满蟹黄。吃东西就要嘴巴，慢慢把它剪掉。顾不得烫手，急忙去除硬甲蟹腮，动手拆解的这个环节掌握不好，吃的技巧可能瞎忙一场，吃了一嘴壳。来把它剪断，这是光子看，这怎么凸出来？ 蟹脚两端各剪一刀，慢慢推出一条完整蟹肉。扭下蟹螯的钳，将剪刀伸入钳的洞中，利用剪刀的开合把壳顶开。苗栗本土养殖大闸蟹，俗话说九月原期十月间，持螯饮酒菊花天，指的就是农历九月带母蟹品尝丰腴高黄，十月品尝公蟹，肉质肥硕鲜嫩，蟹膏香味浓郁。其实我每一年都在都会等着秋高气爽的时候，就是来吃这个大闸蟹蟹黄啊。 那也是都很饱满。要如何挑蟹，又是一门学问。这个它很活泼，这蟹非常的活跃。你看眼睛看，摸它掉下去，摸它掉下去。它饲养期间4个月，好，一年当中只有 10月到12月份之间是可以采收、可以品尝的。张牙舞爪，宛如体操选手般灵活，越活泼代表越新鲜。秋蟹登场，公蟹、母蟹各有拥护者，懂吃的美感，掌握好老饕，手速预备。三立新闻吴俊贤，苗栗报道。